好，各位同仁都已经就座了哈。好，我宣布开会，向大会报告。今天上午市政总质询哈，第一位我们请黄天煌议员来质询，时间是15分钟哈，谢谢，请。啊，咱大家主席，咱陈议员，啊，以及咱啊市长，安尼陈局市长。啊，三位副市长，啊，咱啊市政府啊各局处单位啊主管吼，啊，有咱议会啊同仁啊，以及咱啊媒体记者啊乡亲时代吼，大家较早吼，我想啊今仔日即个市政总质询吼，首先啊针对着第一个即、這个啊问题吼，啊要来含咱的即、這个啊市府团队吼做探讨吼，来。电邮吼，即经济诶，即个啊包装杂志咧报吼，电邮要投资500亿打造新市青吼。我想电邮要来去临门吼，打造这個新市青这个案吼啊，伊个啊规划吼，所以太旧换新，要谈因个工临门这个厂来吼就地更新哦。好名叫做新市青啦吼，我想啊，伊即个啦有通过吼，有通过未来是啊，因公司吼有史以来上大宗的一种即个轻铁厂的即个投资案。啊，那么啊，当然即卖咱中央啊，啊甲咱市政府啊，即个相关的即个支持啦吼，我想。要来请问咱环保局吼，咱蔡局长，你主管啊，这个环保业务吼，我想近目前三轻啦吼，三轻近目前啊，这个操作许可已经发了未？来，请简单答复者。来，请局长。好，谢谢主席哈，谢谢黄议员。新三轻的部分的。应该是伫104年那个操作许可就已经核发了。好，请坐吼。新三轻吼，当初是要来起的时阵吼，甲咱地方吼讲甲也真好听吼。设备新啦吼，啊污染低啦吼，故障率少啦吼。但是我想三轻建厂以来吼，啊除了较挖咱这个更加挖咱砖头的社区以外吼，啊个噪音个更加大声。伫个汽车吼、哦，啊，诶，即个过程内底真济，你即个跳车啊，即个污染，近目前你们莫名其妙吼、哦，不明来源诶，即个啊空污啊，不明来源诶，即个臭味更加重啦吼、哦。啊，所以我咧想啊，咱新三轻啊，即、這个来建厂了后吼，操运作较紧，并无。带来讲吼，互恁们这个建设较好，互恁们较发展，啊，互咱恁们加是啥？空污污染搁较重，所以近目前啊，这个啊，中油要过来做这个试勤，我想吼，这恁们人全力反对吼，啊，真济个乡亲在咧讲新三轻，恁敢讲到外好拄外好，结果无影。即摆要阁用一个较大型的四轻，要阁来做伫临门，做赢关系啊！即摆全部拢要来咱临门，我想临门人不应该受到即款的即对待啦吼！临门人就长期以来，哦，石化区、石化专业区，和咱中油啊，即、這個、污染的即个程度吼，是一天比一天，去予临门人，去予咱啊，即、這个临门工业区。诶，这个伤害是一天比一天较严重吼，所以三轻讲啊遐尔好，结果做出来伊个效果唔是安尼。三轻讲要安怎做，要安怎做，林明南嘛是拢讲啊好，咱着产业吼，为着产业，为着咱的这个经济发展吼，咱较永稳的可以做。结果做出来的这个结论吼，比是增加因这个空污较严重，所以要阁做四轻。我想吼，这里面人真正足极力在反对吼，
我想从这种声音哦，欢迎来给咱的市务听一下哈。我想咱，我嘛就是咱蔡局长，你看啦哈，一进中央要过来，这个做新市金，那就你个人啦哈，你个人主管咱这个环保业务，你认为市金应该，你是同意还是这个反对？来，请蔡局长回答。谢谢主席哈，多谢吴议员哈。新市青目前等下个中油伊详细去评估啦，目前是还无看到伊相关的计划，因为伊得个经过讲环境影响评估，也是讲申请相关的许可，所以这个案得下个看讲伊本身伊。对，我即摆讲你个人，你来看就是讲，你都经过三青嘛吼。环保的相关问题，拢总是咱的主管嘛。啊，查清安尼不时发生这个空污，不时发生污染，这个问题，市经你认为讲需要搁予伊，吼、哦？你有同你是同意搁兴建，还是反对？这部分就爱搁看伊详细伊的计划，才有法度去做评估，看讲伊的情形是安怎。不过，不管是环境影响评估，还是讲相关的空污的操作许可，这关一定会严格把关呐，吼、哦。哦，你嘛是依照规定办理啦吼，安尼请坐吼。来，我先来啊，请问咱陈市长吼，这咱你属于咱大用这这个大家庭吼，我想有必须要吼，咱人民人而且心声，互你了解了后，咱嘛爱替咱的这个啊人民人来做主，来替因发声吼。这种三轻，咱人民人嘛是讲哦，啊，都为着吼，这个要让这个地方较发展。哦，要有经济较好，因嘛愿意讲哦牺牲因哦，但是牺牲了了后，无换来的这个结论是安尼，所以因真无满意，无满意这个结论啦吼。啊，所以市政要过来做，我想要来请问咱市长的这个态度吼、哦，你的意见是安那？好，请市长回答。多谢主席啊，多谢恩议员啊，就我所了解吼、哦，行政院的核定的迄、那个。预算书内底啊，并无四轻这个计划啦吼。啊，徛伫高雄市政府的立场，咱一定是严格把关。如果会当减少污染吼的产业，啊，高雄市政府才会考虑吼减少、减少污染。啊，是讲对所有前阶段咱。迄个林恒所承受的这些石化业带给林园的困难负担，这个部分如果没有帮助的计划，高雄市政府有责任严格把关。啊，我嘛用安尼甲黄议员表示，这个就是我们的立场。好，谢谢吼，是的啊，这个部分啦吼，你讲的行政院进目前不是计划，但是有可能一年两年了后吼，有这个计划吼，这。因在找地吼，伫迄个中石化，原底是计划要谈中石化，迄块空地起啦吼。但是即马中石化遐拢空地啊，爱搁申请加足侪设备，所以因要谈啊，即、這个林门厂啊原地吼，得、哦、来扩厂啊来更新设备吼、哦。所以即个案一定有啦吼、哦。啊，希望讲咱市长吼爱注意一下吼、哦，关心咱林门人诶即个未来即个健康啦吼、哦。来，感谢吼、哦。啊，来第二案吼，是咱希望讲吼，会当提高咱高雄市两岁到四岁即个幼儿教育年金吼。好像目标咱嘛是会当讲减轻咱家长诶即个诶教育诶经济负担，愿意生育，促进生育，提高就业吼，留住人才，避免外流啦吼，打造宜住宜居的优质环境啦吼。啊，希望就是讲吼，进目前啦吼，进目前。公幼的甲咱这个非营利的这个教育机构，属实真正严重不足啦吼，差不多等于30%。啊，你另外老大多数70%的人吼，我都享受到讲咱政府提供的这个福利。公幼甲非民营就是拢免费嘛吼，啊免费，但是伊都会当提供的都30%的这个人数尔。啊，所以讲啊，另外70%，伊若抽签抽不到吼了后，吼伊就。爱去家己去想办法读私立的，吼、哦，啊，所以咱咧认为讲吼，对着咱无法度吼，即、哦這个政府的即个教育资源吼，无法度普遍化，互大家拢总会当享受到，
这个部分是不是咱来爱做探讨啦吼？我想平平啦吼，平平弄这缴税金，吼缴税金结果咱去买读公道，抽签抽会到的人，吼伊就去读，抽袂到的，吼伊嘛是有缴税金啊，同款，不过伊爱去读这个私立的，爱付出较侪的这个费用。我想这是啊、一个这个不平等的这个待遇吼。啊，希望讲啊，咱市长吼啊，针对着这个部分吼，是不是啊，爱来做这个修正吼？咱台中市吼，台中市进目前啦吼，因为这个啊，幼儿学前教育补助方案吼，啊，因这个公私立的，吼，公立的当然免费啦吼，私立的部分因着补助30,000。咱高雄市进目前是补助10,000嘛吼，啊，无高雄市进目前补助10,000，因是补助30,000啦吼。啊，根据因台中市的这个啊调查吼统计吼，就是讲103年啊吼，103年34,000+人吼，104年吼42,932个，增加到要10,000人，这有数据的来看，就是讲提高这个幼儿入园的这个成绩非常的好。而且吼，伊个103年，伊是34,345人；104年统计出来，吼、哦，变这个42,900+人，佮有这个弱势吼，佮加一个10,000+人吼、哦。所以提高因诶这个幼儿入园吼，诶这个诶成绩非常的这个好啦吼、哦。啊，台中伊是。0到4岁吼，伊是一条龙吼，0到4岁拢总补助啦吼。啊，这个台南伊进目前吼，伊是2岁到4岁，那拢补助30,000啦。啊，所以进目前，你啊看伊台中执行较进，伊个自然鼓励，自然就去鼓励讲囡仔要愿意来生育啊，增加头10,000。伫外县市吼，就伫这个啊南投、彰化附近。迁入去伫台中市的头要10,000人，迁入到要10,000人，拄好一年当会当加超20,000人的这个幼儿入园率。我想这个部分吼，顶两天我有看到电视在报吼，这个台北市吼柯市长伊嘛已经有公开讲，这个啊补助的这个方案，伊稳啊要跟进啊要纳入啊，所以我想啊希望讲。啊，咱这个这会使讲未来有可能是未来趋势啦吼。因为你都有在缴税金的吼，分着公立的，抽着公立的，吼，伊有享受了福利。我有在缴税金的，结果抽无到，我爱家己搁一寡费用去读私立的。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吼？我想这个方向吼，未来趋势应该是各管区是不是拢会？会对着这种诶，这个补助诶，这个方式来行啦吼。啊，是毋是讲，甲咱市长啊建议吼，这有关经费诶，这个问题嘛，是爱咱市长做主啦吼。就是讲，若有2岁以上啊，无满5岁吼，伫咱啊高雄市读咱诶幼儿园，当然你进无这个有这个啊免费福利啊啦吼。但是就是讲，进目前啊。私立幼儿园，这就是每一年补助10,000，希望会当提高到30,000，减轻吼咱所有的这个啊学前教育、受教、经济所有家庭的这个负担，吼减轻所有家庭的这个负担，互咱的囡仔吼会当啊，大家机会拢平等啦吼，会当来互因选择讲啊，我要来去对读，吼，因为有你这条补助，等于要读公立、私立，要选择较好的这个啊。这个幼儿园，吼、哦，我想伊会较愿意啦吼、哦。啊，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讲啊，请咱这个市长来答复一下，是不是会当从这10,000提高到30,000这个部分吼、哦？请市长回答。嘿，多谢，多谢主席，多谢黄议员。不只这议员，大家拢伫关心这个议题啦吼。哦啊，一方面当然市政府，你也照台中市政府吼，伊即摆即个方式，也要吸引人口，
搬入去台中，啊，伊差不多会爱支出吼10亿2500万啦，10亿外，吼。啊，这个部分咱高雄市对弱势本来都有真好的照顾，但是我即摆是要求市府来补，针对讲即摆要安怎鼓励伫高雄的人生囡仔，互少年人敢生。啊，第二，啊，过来，咱要安怎扩大？就是讲要安怎，迄个所有托公共，迄个幼儿、育儿、幼儿，啊，要安怎公共托育化？啊，互因诶，所有的家庭减少负担这个部分，咱市政府伫四年内底，吼，这个所有的增加170班以上。啊，即摆所有的民间足济诶团体，咱嘛足欢喜，大家合作，就是讲市政府把所有闲置的空间，啊，要安怎伫即个部分来努力，即部分。第二点，市政府内部啊，我请阮徐明春副市长，吼，召集咱的社会局，吼，啊，教育局等等，啊，内部甲咱的财政局来讨论。讲咱市政府伫这个部分，阁还阁有甚物款的空间，啊来支持少年人敢生，啊阁甲囡仔做上好的照顾，啊这个部分咱的徐副市长他们社会局啊，甲咱的教育局等等，啊因大家拢伫讨论，就是讲咱今仔日高雄，咱来考虑今仔日咱的财政状况，啊甲今仔日台中。吼，因要吸引足济诶人会当搬到台中，啊，即问一个市政府诶市政诶政策方向，啊，即咱拢尊重，咱拢无意见。但是咱也是讲增加甲10亿，啊，对市政府来讲，吼，拢相对，吼，其他诶预算一定嘛是会受到影响。啊，所以讲我甲吴议员报告，市政府会考量我们现阶段的状况。啊，我们请社会局、教育局内部，我们再来讨论。那我们一样朝着怎么样子照顾，让年轻的世代他们的孩子能够受到公平平等的一个教养这个部分，我们这边的东吴地台博讨论中。那黄议员的意见，我们也会非常重视，我们会考虑。财政单位，我们考虑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或者高雄市能够再筹出更多的资源来支持年轻的世代啊？这个我们三个局处讨论，好，结果再给黄议员报告，谢谢。好，感谢咱市长吼，我想因为台中是零到这个5岁是一条龙，全部补助了吼，台南伊是2到4岁。啊！伊补助的金额起来差不多有将近到7亿的这个金额吼，真济乌来、罗德，就是偏地台南地区遐，嘛是真济拢总去读台南啦。吼，所以这个状况吼，咱比如讲，咱的人口一直流失，吼，这其中一个原因。另外就是讲，伊若如果伫第一个囡仔伫台南读，吼，因为有去感受到迄个优惠政策，或许伊就未来搬遐定居，吼，啊，伊遐做工课，伊遐缴税金。好，所以这个问题吼，咱请咱市长吼啊重视啦吼，啊都有这部分来。第三就是讲长照2.0养护中心的这个申请吼，我想咱诶这个啊永安老人养护中心吼，还有甲咱小叫申请一个幸福社区日间照护中心去家团体家屋啦吼。哦，即、这个无遐多申请，即个建筑执照，伊所有吼，所有的即、这个即、这个规定吼，拢总有符合，都拄啊查一下，现行农业区地基地吼，面临道路宽之情形不符啦吼，现行都市计划法，咱的施行细则即个规定啦吼，啊，所以就无遐多说啦吼。我想即个案吼，因为咱长照2.0需要真济的即、这个啊。民间的这個、业者来甲咱这個政府斗相共，咱的这个场所无够，人力无够，政府一定需要咱民间来斗相共。啊，民间来斗相共，结果碍于现行法令，足济的这個施行细则，
无法度啊来这个啊符合的规定，是不是要甲咱的市长做建议啦吼？因为伊所有诶这个伊这农地吼，农地你讲要地面上当然有真济啊，但是较早咧迄个咧农地咧种花笋，一般正常拢头六米路。哦，农地拢走是六米路啦，啊，当然有嘛，这个八米路有哪有？但是我是讲，较大部分拢总是这个六米路。啊，那么咱现在这个都市计划法啊，这个市政府在内底甲规定，哦，这个一定要啊八米以上啊，才会当来做这个啊养护中心的这个申请吼、哦。啊，我想这当然伊是安那个规定八米，有可能是车辆。吼、哦，要回转啦、啊，还是要会车，吼、哦，有相关的这个安全的这个考虑，吼、哦，这咱了解啦吼。但是我是希望讲，六米应该嘛是算一条真大条的这个道路啊。你讲要会车啦，两台车会车，还是讲消防车要入去，救护车要入去，应该要回转，应该也无啥问题啦吼、哦。啊，这个案吼、哦，我含这个咱都花啊社会局捌探讨过，吼、哦，但是就这个就是。无法度去做修正，啊！我是咧建议咧讲，伊是施行细则啦，吼、哦，不是法规，是不是？这个部分咱市长会当签特殊的这个状况吼，啊，会当来做处理啦吼、哦。因为咱主管嘛是这个啊，老人活儿童活动中心吼，伊、哦、这公共设施都市计划法内底。伊嘛有真济诶，即个问题伫诶，但是尾下咱市长吼，都对着即个啊长照吼真重视，所以克服真济诶即个问题，啊，互伊会当吼即个吼，即目前主管遐嘛已经拢啊即个开幕伫营运伫操作啊嘛，啊，所以有足济问题，拢总是咱市长吼啊及时交代，啊，将迄个困难吼。啊来做处理、做解决，安尼尾啊，主管这个活动中心才有法度去处理。我想是不是这个啊、比较主管迄个案吼，啊会当吼，把这个案吼、哦、来修正啦吼、哦，修正为六公尺以上，这个部分是不是来请市长做简单的这个答复？好，请市长回答。市会局。好，请社会局姚局长回答。那我们都发是李局长、哦、好，那李局长先回答好了。好，谢谢主席，谢谢黄议员，再甲议员报告。其实咱这是这个议员咧讲的这个案，我想几乎拢是支持讲咱长照去帮人找这个空间。吼、哦，啊，但是这个案伊的所在，伊是伫农业区内底。啊，农业区若照都是计划的细则的规范，就是讲伊必须来吼，爱、哦、面临八米以上的道路。吼、哦、啊，这个八米当然，这毋是讲市政府家己定的。其实八米就是讲，离咱营建署全国一致的标准，伊有讲农业区若要做任何开发行为，还是要变更，它一定要基于交通另外的这个考量，它必须要八米以上。那但是我们细则里面倒是有一个但书啦，就是针对这些。以这个案子的性质来讲，如果它是总楼地板面积是在800平方公尺以下的话，它可以是面临6米以上的道路啊、哦，这个倒是可以是大家来一起来探讨看看是不是可行。基于我们要推动长照，提供更多长照的空间出来，我想这个我们再跟议员还有跟社会局这边一起来研究看看。好哦，安尼是。最起码吼、哦、有一个什么解套的方式，我想针对着这种特殊的，啊是讲有一挂这个情况的吼、哦，是不是啦？请我市长遐市长会当来做解决的吼、哦，那么希望市长吼、哦、这个部分噶，因为咱除去咱政府这个长照的这个场所人力拢足需要民间来斗相共的啦吼、哦，啊你民间要斗甲政府斗相，又碍于很多的这个规定，没有办法去。到三工吼，啊，所以这真可惜啦吼。我想这资源来，当咱个纳入咱诶这个来用吼，咱我相信对着长照啊，这个以后照顾着啊相关弱势吼，诶这个诶经营会真帮助真大啦吼。啊，即摆第四个案吼，咱国道七号吼，国道七号进目前吼，
哎，光明路替代方案啊，我这个在这个环评的时啊，已经认为不适宜啊吼，甚至进这条路线吼，原这条计划这条路线，环保署嘛是这个环评遐嘛一直认为讲，实在是无适宜去做开发了吼。啊，像这条国道七号吼，顶面哩做反弹，拢希望慢做了吼。啊，这条国道七号，你甲看，造价要620几亿啦吼，造价要620几亿，伊是没有跨海，也没有隧道，就直接一条，这比高架比哇比这个什么五羊高架，比五羊高架迄高速公路、塔高速公路费用我搁较悬，啊，所以讲开600几亿，会当开600几亿。要做这条国道七号，环评那如果会过啦吼，唔免着一直按一直伫遐检讨，检讨要一两年啦吼。啊，地方民意也反对吼，啊，做价阁遐尼悬，做了了后，沿线爱阁有7-8个交流道，啊，7-8个交流道，迄交流道的面积一定爱较宽，所以你征收民众的这个土地一定会较济，啊，费用当然就是安尼悬起来嘛，啊你。你今仔日为着要偷这个货柜车，啊，偷货柜车，你呐8个交流道，伊全部偷23公里，23公里，啊，你8个交流道，伊呐货柜车安驶去，差不多1-2分钟就拄到一个交流道，1-2分钟就拄到一个交流道，啊，未来货柜车甲一般车辆拢总伫遐行驶，安尼会产生这条路危险无大紧，这条路。会造成比慢速公路、比慢速的道路呀，啊，所以讲一旦卖起咧啦，这多的这个因素，吼、哦，这多因素反映出来，事实国道七号无适合、不适宜这个做开发。环评的专家学者嘛安讲，啊，所以讲这个部分吼、哦，我来了解讲，咱交通局。真一定要一定要做，是咱交通部的意思，也是咱市政府、咱交通局会看下来。我请交通局。来，我们请交通局副局长。副局长回答。哎，多谢主席，多谢吴议员哦。国道七号要起啊，原来的计划就是咱有大林埔要有新生地有一个2期洲际货柜码头，加将来发展依照计划吼。加整个海的货柜量哦，上起码可能达到原来遐可能要有8-9百万桶哦，所以将来遐的货柜量的话呢，可能一天应该达到要1-2万台的货柜车的出入。建大的量如果呐没有一个高架直接去甲走去高速公路甲衔接好起哩吼，将来遐就是走咱地面就是为沿海路。那沿海路唔易啊，你知影？即摆沿海路的交通量已经足大啊。将来随着这个2期洲际货柜码头逐渐来开发完成，这些货柜量会愈来愈大吼，咱的沿海路咱的无法度负荷，所以交通部因这个在规划这条就是要消这些货柜车的运输。这我了解啦，啊，这摆是交通部一直要做啦吼，啊，咱第一个意见呢？我们市政府的政策的话，就是讲咱爱兼顾咱的民意吼，咱这民意的需求，阮请迄、那个。推动的单位，国道新建工程局吼，爱、把咱遮民意的意见把它纳入里面去检讨，啊，找出一条路线，咱地方会当接收含兼顾交通的路线，啊，再来兴建。这条600几亿啦吼，咱总共出啊，咱市府爱出偌济啊？咱市政府是无出钱的，全部拢无出钱。是是。哦，啊，咱无出钱啦吼，咱听地方遐济诶，这个民众诶，这个看法想法，啊，甲咱这个环评的这个专家业者。学者的这个想法，咱会当出意见啦吼。地方咱的意见，啊，地方民众的这个想法是安尼啦吼。我想有两条这个替代方案，贵啊嘛是一个都认为，专家学者认为讲无适合啦。啊，这条原有路线，事实真济人嘛讲无适合啦。啊，事实开遐济钱，啊，佮而且遐济反对的这个声音，一定啊做落，我甲你讲做落吼。无一定有法度解决这货柜诶，这个运输的这个问题。那么做这条时间要安怎做收尾？
吼、哦，这个部分吼、哦，我想直接甲咱这个交通局反映吼，啊，你甲这个交通部以后开会吼、哦，甲讲一下吼、哦，这顶个一个意见是安尼啦吼、哦，来请坐吼。第五路，咱荷花产业园区吼，啊，咱啊，这个金花局吼，啊，伫荷花产业园区，近目前啦吼，近目前伊个这个工程施工吼，这个工程施工差不多爱过外久才会当完成这个全部啊的这个的工程吼，啊，而且进厂商进驻吼，你进厂商会当这个进驻啊嘛吼，会当去做这个开发啦。近目前，分两个点来讲啦吼，伊外久才会当全部全部的基地吼，啊，拢总个建造完成。另外第二就是讲，近目前有厂商进驻率，哈、啊，有申请的登记的，超入去几成，会当请金花局咱啊局长答复出来。好，请曾局长回答。好，谢谢主席，谢谢黄议员。荷花产业园区呢，我们的契约供进时间其实是到后年底，后年的九月，但我们预期的工程完成的时间会在明年底以前全部完成。哦，明年底真紧，啊，这厂商进驻率登记申请呢？目前受地的状况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的受地面积是42%左右，已经出售了。42%啦，对，你请坐吼。我所了解应该是差不多有8-10间啦吼，就是讲以后啦，整个起起来了后，会当提供厂商8-10间啦吼。啊，你这42%等于说还不到一半啦吼。啊，伫这个真侪厂商在念讲啊，当初时的这个介绍是安尼，啊，为什么伫7月要去甲调涨？这个调涨的幅度来，我请咱。金局长再说明一下。那个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在一开始公告的时候，很多预登记的厂商，我们都有跟他做说明哈。就是你工程在往前走，那你本来我们只有征收土地的费用，你当工程开始投入都有各种不同费用，而且随着时间，它会有利息支出。我们一开始就跟所有的厂商讲，就如果你真的需要地，我们现在地也都整出来可以进驻，越早来登记购买，其实对厂商越有利。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在检讨工程以后，把那个条幅其实压的比例都很低了哈。我们原来是88,800嘛，哦，88,000块，现在是89,800，其实一直都没有超过90,000。就整个现在已经就高雄的工业地，就是工业地的那个价格来讲，我们这一个园区的价格其实都还算是合理的范围内。好，来请坐。因为真侪厂商咧讲啦吼，当初时也要甲招商的时阵，哦，讲外缩都外缩，结果进目前，哦，因这个建筑啊，佮这个费用佮调悬，未来会佮调悬无？这厂商会出真烦恼的只。那个不确定因素啦。我跟黄议员报告，你已经购买的，当然它的价格是固定的，但是还没有购买的，我刚才已经报告过了，它会随着利息支出的增加会有逐步增加，因为全台湾的产业园区基本上政府在制定价格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它有两个用意，第一个它基本上只是做反映成本，因为政府在开辟园区不以盈利为目的。那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要随时反映成本，也是要让厂商知道，你及早的做投资其实是比较有利的。哦，安尼未来会阁随着这个啊兴建工程的这利息吼，会阁增加啦吼。对，一挂费用会阁增加啦吼，你请坐吼。因厂商当然伊要投资啦吼，伊要买地，伊嘛伊一定是顾虑伊的这个投资成本啦吼。啊，所以这个部分吼，希望讲厂商会希望讲这个起价的这个幅度吼。咱来稍控制一下啦吼，咱金花局这边是不是爱会先控制一下吼？另外就是讲，这是进现有啦吼，现有因这个就在是园区里面现有的这个农户啊，甲现有的住户的这一挂问题啦吼。啊，问题这是今年3月开会啊，甲进吼，甲进，这所有因农户甲住户。
诶，即个反应的问题，但是到今拢开会开较久啊，政府是也无一个诶一个答复啦吼。民众希望四米道路，因今天你有四米道路，四米道路的未来希望会当接到因恁恒区来的二十米道路啦吼。第二就是讲，现有两条即南北向的啦吼，南北向的。诶，这个道路嘛，希望拢会当接到咱的主要道路二十米的这条啦吼。阿丰路进目前啦吼，目前到因遐要出入非常不方便吼。这个部分吼啊，当时会当来解决啦吼。丰路期间，因遮有种真济这个做事的，也有真济这个客家工厂公司吼，拢有伫生产营运。那么你应该封起来，造成因诶，即个出入诶，即个无方便啦吼。第五就是讲，四米道路应该啦吼，应该设立即个青红灯吼，啊加即个路面抛除吼，即个部分，即是即个因的意见啦吼。当然，园区了后，园区完成即四米道路，当然都含遮拢连接了嘛吼。我请问恁局那个局长吼，像这个问题，你知影无啦？有过你叫你，让你了解无啦？请先局长回答。谢谢主席，谢谢黄议员哦。您提的问题我当然知道，其实一开始在做规划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预期，有些相关的问题可能会发生。我先解释几件事。第一件事，您所谓的封路，其实我们不是封路了哈、我们是做工程，一定要做围篱啊，这个是法定。你一定要把它围起来，因为这个是整个工地安全管理的问题。就是说，所以说，其实我们没有去封别人的路，我们是就我们基地范围把围篱做起来。这我搁解释这第一行啊，吼、第一行你讲的所有的重点拢是阮大发园区，吼、北边，就这整个园区最北边有一条20米道路，然后有连旁边平行的有一条4米农路嘛，你讲的是一条嘛，吼。对对对对。那个四米农路上面大概有三户啦，哈、啊，它您刚才提到说它有两条纵向的道路，就是南北向道路会连接到那个四米道路。它其实目前依照都市计划，我甲议员最说明哦，因为都市计划它通过的那个是没有连通的，就是四米路跟20米路是平行嘛。我听。啊，四米也是台糖的地，完全那是农路，不是高雄市政府的路。所以就变罪公以后啦吼，我无论如何我要跟议员做一个说明，我园区一定要照都市计划的规划来做施工吼、我时间一定要先跟做完，做耍以后，因为那个旁边有这些住户的需求嘛，这个需求怎么样有效的啊、来做一些协调跟沟通吼、比如讲伊出去较方便，安全阁有受到管理，这有很多细节跟方法可以讨论。但是我甲议员报告一件代志，我都市计划通过的范围是这个样子，我一定要照这个都市计划范围先施工完成。啊，这我了解了，你请坐。我即摆讲意思，你若如果吼，卖讲做园区啦，咱伫一般平面道路要开辟道路啦。哦，咱当然嘛是依照都是计划，这都一定的。但是伊边仔连接的路，咱嘛是原有人咧旧的较细条的路，嘛是拢留起来，并无甲毁掉，也无甲封起来啦。吼、哦、啊，所以讲，伫这条二十米的这条，哦，咱遵照这个都是计划的这个开路的这个规则来行。但是四米道路希望会当连接啦，吼、哦。你讲啊，二十米用迄个开啊，四米的。单甲封掉，也是单叫爱设一大人，才来接到20米的，安尼嘛无合理啊吼。所以这个部分吼，那请这個、问题吼，请咱这个啊怎啊子吼研究了吼，再甲做书面的答复就好啦吼，安尼吼。大寮捷运站吼，也就是站前的这个空地吼，要哪运用吼？近目前的这个空地，这個、现况啦吼。占大片啦吼，拢空在那边啦吼。啊，这是啊，捷运站后边啊，只有另外一边吼，有这个做享温馨吼，啊，搁有吼旧镇南啦吼，啊，就是讲这个捷运站出口遮，伊左手边吼、左手边有旧镇南，啊，搁这个享温馨已经有租约。安尼起来吼，
伊这不管日时暗时啊，看起来拢真努力啦吼。但是啊，相对的吼，就是即郑小平变规片拢种抗敌，非常歹看啦吼。我想咱这个啊，郑院长吼，目前恁对这块抗敌有啥物做利用的这个计划无？来，请局长。吴局长回答。感谢主席，感谢黄议员哦，对咱大寮遮的迄个开发用地的关心吼。啊，咱遮的开发用地吼，是咱迄个予浙文公司因126年以前因来开发，啊，会呢当自场使用的吼。啊，目前遮的开发用地本身吼，就是讲咱一节西路西平这边有三地，啊，三地其中一地已经予迄个旧镇人家上关心，因已经开发咧营业啊。啊，剩咧阁有两地，另外就是讲咱是迄个单平这边吼，伊也阁有两地。啊，这四地吼，目前浙文公司因即卖已经咧招商，啊，已经有含相关的公司，迄、那个开发公司吼，因希望引入迄个大型的开发，因为大型的开发吼，咱能像大鲁阁安尼吼，那大鲁阁一个礼拜不但是会当增加运量，同时吼伊的财务会当平衡，会当收较济吼，啊，另外就是阁会当带动地区的发展，啊，那安尼先吼，其实对即个整体，迄、那个整体来讲是较正面的，啊，所以即卖因已经含相关的开发公司有签备忘录啊。嘛，加速咧进行。哦，即目前有，你听者，即目前有伫啊做开发的即个规划，吼、哦，有伫招商，有伫发包就对啦。吼、哦，啊是什么性质吼、哦？你这个部分我是想要了解一下，我想要了解一下，你是毋是含即个前公司啊讨即目前因的进度安怎有甲市民好啊一下吼、哦？啊无，迄遐大片一片空地当伫遐，但我个人的看法是讲无法度招商。啊，无法度做大型开发，是毋是遐会当甲变做吼？咱市府来开发这个运动公园吼，来做运动公园，迄大片吼，有正适合做运动公园。我想做运动公园内，对着咱捷运站下遮的这个发展帮助嘛正大啦吼。来，咱啊，里活动中心甲社区活动中心吼，这维护管理的这个部分吼。这是咱大寮区吼，光五里吼，光五里的这个啊，这间是里活动中心啦。这间里活动中心吼，属里这一类，但是这个这栋已经不敷使用啊。有捌请人估计吼，讲这整修起来吼，要差不多将近600万的这个经费啦吼。啊，所以进目前嘛无能力吼，去。一个费用啦吼，啊，即目前嘛，规栋拢无使用啊，这是里活动中心啦吼，即栋就是社区活动中心，社区活动中心吼，伊的这个新建过程就是这样吼，就是大寮乡光武社区长寿俱乐部落成纪念吼，啊，伊的这个伊的这个兴建的这个过程啦吼。啊，甲真热啦吼！伫1974年6月底由官府发包施工兴建啦吼，共一年的10月吼来竣工完成啦吼。啊，像即栋是社区啊，即个活动中心啦吼。啊，即目前啊，即个公务有面临的，公务有面临的吼，面临的即个问题就是讲，伊即栋离活动中心。吼、哦，无怎样修缮，啊嘛无法度使用，啊所以一进立定办公室，拢全过伫即个进诶即间进即间迄个社区活动中心啦吼、哦，啊即、這个理事会社区理事会嘛是伫遐咧运作啦，拄啊等于你含社区拢占各位作为即个地点在运作啦吼、哦，啊即嘛即运作有内底有一挂设备吼歹吼。我请民政局甲社会局会同吼，民政局讲，这栋无属咱这个这个民政局诶，这个维护管理啦吼。啊，社会局讲，这阮无钱，阮当啊等吼，这个公所，啊公所，佮开面讲，公所含迄落一挂优惠钱吼，得我看到爱佮去走账诶吼，公所较有钱通去修理这，啊所以这问题吼，免来解决。嘛唔知呢吼，即平平拢咱政府兴建呢，一栋是无法度去修理，啊一栋吼，
欸，拢伫遐咧，迄个在运作，结果要爱诶，差不多爱一二十万做修缮费用。民政局讲这毋是阮的，小局讲这无钱啊，阮有请公所斗相啊。啊，公所讲嗯无法度，哦安尼，啊所以讲这啦吼，现在怎么办？来要请咱迄个民政局来张局长。有请张局长回答。啊，多谢主席，多谢议员对于咱这个社区活动中心的这个关心吼，虽然咱进目前吼，因为这是社区活动中心啦，所以阮也积极吼，因为会甲社会组织有咧配合，啊，所以阮有一个积极咧找这个是毋是会当甲这个中油争取，啊，甲议员报告一下，咱其实伫今年咱已经甲中油争取98,000元的这个钱来做这个修缮，那另外阮阁有协调咱这个环保局，啊，伊来找这个所谓这掩埋。即、这个补偿的即个回馈的资金吼，啊，即、这个部分吼也有甲因找到一寡钱，所以拢总已经欠着157,000元一只啦。啊，所以咱已经伫8月份，咱已经开始准备要做即个修缮的动作啊。所以其实咱是有处理，但是因为即个部分即牵涉到即咱甲社会局啊，甲咱民政局这边遮，啊，阮会积极去找钱来处理这件代志，上。好，谢谢我们黄田黄议员的质询，好，宣布休息10分钟。